Thank you.
是乔装打扮，也无法掩盖的挺拔身姿，其实是刻意遮挡，也无法淹没的绝在容貌，这就是超级偶像的魅力。尤兰贝尔大爷，那个，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什么偶像。啊，声音也这么好听，您是歌手吗？不是的，您认错了，我其实是在路过，不好意思，可以借过一下吗？ 连不凡也如此稳健，你一定是唱跳俱佳的全能偶像。我明白了，您这是怕被粉丝认出来。放心，我都理解。不是的，您真的误会了。拜托拜托，您给我签个名吧，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的签名对您来说竟然这样重要吗？好吧，如果签完就能让我过去的话，没想到再次相见居然是这种情景。比安卡，你果然不擅长应对这样的场面呢。大家真的误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石宇绮罗前辈，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我明明戴了这副眼镜，<笑>你不会真的以为这副奇怪的眼镜很有用吧？摘下来吧，你这样更看不清路了。看，我们认识吧？你们口中的超级偶像正是我的朋友呀。不过他现在确实不是偶像。啊？竟然不是偶像吗？好可惜啊！虽然我的朋友不是偶像，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的演唱会哦。 到时候他会作为特别嘉宾登场呢。啊，真的吗？那太好了，我们一定会去看绮罗小姐的演唱会。演唱会时间紧迫，我们还要商量一下相关的细节。那么，大家，我们演唱会上再见啦！哎，这样吗？真是太辛苦了，期待绮罗小姐的演唱会。 真的好久不见啦，比安卡。是啊，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境下遇到前辈，还一下子被你认出来了。本来想用普通的服装避免引起注意，没想到会变成这样。看来我隐藏身份的经验还是不足，回去后要好好总结。<笑>比安卡的气质在人群中已经相当显眼，况且你还穿着那么酷的衣服，简直比电视中的人气偶像还要耀眼。啊？ 这套衣服是丽塔特意挑选的，她说来这里正合适，我还以为不会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太合适，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吧。这……哎，说到你和丽塔，你们最近怎么样？听苏珊娜说，你们两个还是每天都在一丝不苟的执行任务。不过我也毫不意外，因为这就是很比安卡的生活方式呀。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所以我挺喜欢这样的生活。对了。 你最近在做什么？这个，其实我最近在筹备一场演唱会。哎，你要开演唱会吗？说起来，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是在演唱会上呢。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你在舞台上唱卡琳卡的样子让我印象深刻。不过，你的声音。 吸引大家注意力，被大家团团围住的人气偶像，竟然不是我们！
我不相信。不要欺骗自己了，笨蛋罗萨莉亚，他们那是绕过你去找幽兰戴尔。我说你们两个溜得倒快，怎么不会是觉得比不过我这所向披靡的偶像导师，索性临阵脱逃了吧？偶像导师，这是什么意思？咦，幽兰戴尔竟然不知道。哼，那就让充满智慧的罗萨莉亚来告诉你吧。就像我和莉莉亚是孩子的巡游老师，偶像导师就是偶像的老师啦。哦，我的意思是这个偶像训练营也与十之律者有关了。岂止是有关，我就是这个训练营的金牌导师。如今你看着欣欣向荣的样子，少不了我身为全能偶像的魅力加持。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哦，我知道了，一定是天命发现了十之律者在这里用偶像训练营的名义骗钱，对吧，比安卡？你这就是凭空捏造，误人清白了呀！你去随便问问，就知道我还没来得及。不对，根本就没想过收钱。嗯，这件事我还不知道。不过，我来这里的确是为了调查偶像训练营。我们最近接到了好几起人口失踪的报案，他们最后出现的地点都是这里。喂，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我跟这些事情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时候你撇清关系倒是挺快呀，偶像导师。什么叫撇清关系？我这是实话实说，我只是借着这场地让居民能够继续免费练习爱好，展现自我。我呀就是个堂堂正正的大善人。至于什么人口失踪，确实有不少其他城市的居民来到我的训练营学习，也许是因为我的课程太吸引人，他们都不愿意走，我有什么办法？跟着你这作弊导师，除了一些旁门左道还能学到什么？喂，你可不要乱说，在我这儿他们可是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实现梦想？什么梦想都能实现吗？当然了，不信的话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那好，请你带我们去你的偶像训练营看看吧。出于谨慎考虑，还是详细调查一下会比较好。喂，先说好，我们可没钱交报名费。哎，都说了我不收钱。到了你就知道了，我的课程肯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
我也是。
Thank you.
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和米斯特林现在都在这里。是的。哎，十一奇罗前辈被他们带走了，他现在肯定有危险，我们快去找他。奇罗星，奇罗星，织梦兔，织梦兔。啊？奇罗星？总感觉这个名字很熟悉，是在哪里听说过呢？我记得绮罗星是十余绮罗前辈的艺名，我们过去看看。绮罗星，绮罗星，尤兰戴尔大人，快看，上面在表演的好像是十余绮罗前辈。为什么前辈在和米斯特林一起表演？我知道了，一定是受了他的威胁。不过万幸的是，十余绮罗前辈暂时看起来没什么危险。何止是没什么危险，我看呢他现在十分高兴呢，真的好开心啊！自从离开了印卡共和国，就再也没有在舞台上享受过大家的欢呼和喝彩了。闪耀的聚光灯，热烈的掌声，真的好幸福！感谢大家来观看《绮罗星之梦》的演出，粉丝为他欢呼的声音丝毫不比我小啊！为什么呀？而且那可是塞斯利亚大人的相貌和声音。他凭什么用来干这种事情？不行，不能让他再出更多的风头了。这种靠着剽窃而来的相貌与声音欺骗粉丝的人，根本不配被称为偶像。十一奇罗前辈的舞姿稳重又不失灵动，动作优雅又不失活力，好有魅力。啊，我已经被迷住了。奇罗星，奇罗星，哇！不过，为什么大名鼎鼎的星际偶像总是在轮到他唱歌的部分把话筒对准观众？不会是不敢唱吧？应该是前辈还没有解决五音不全的问题。尤兰戴尔，尼古拉斯前辈，你这些日子去哪儿了？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演唱会呢。好久不见，尼古拉斯前辈。不过，我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是与绮罗前辈的那个问题。耶，这么说的话，十一绮罗前辈居然真的无……苏珊娜，不要这么大声啊！原来你们都不知道吗？哼，不愧是心机偶像，
连自己的伙伴也防。这又不是他的错，这么多年绮罗尝试了数不清的方法，都没能解决五蕴不全的毛病，所以你们别看他现在表面没什么，但实际一定很烦恼啊，所以才会一直把话筒对准观众。唉，还好在欢乐的气氛下观众们都没有注意到我一直是把话筒对准他们，自己没有唱歌。总之先混过去再说。谢谢大家。月底绮罗星还会有一场正式的演出，请大家到时候多多捧场呀。